各位大細超台友，冇講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況咧好耐，咁啊而家綜合咧就講一講佢目前嘅形勢，同埋咧會楞一楞咧就講埋究竟中共國進行呢個圍繞台灣嘅軍事演習，帶嚟咗啲咩局勢嘅演變咧？值得我哋中共國領導人咧係要深思參考嘅，因為喺嗰個共產唯物辯證法嗰度咧，佢哋係見鋪睇鋪嘅，即係話佢眼前睇到好多嘅人與事嘅問題咧。他根據他看到的呢就是去盤算做出對策，但他那個潛在的深層的智慧觀察力呢是缺乏的，他是看不到的，但他是斷估，你看不到的他可以斷估嘛，所以他們呢就鋪鋪斷估，那斷估出來呢這次呢就都幾手尾長，引嚟咗好多未知數嘅世界，將來喺個軍事政治嘅形勢嘅變化，係引嚟好大嘅影響。是禍是福咧，真係天嘅事。我哋先講俄羅斯烏克蘭先。而家變咗咧，出現一個現象咧，如果俄羅斯唔動用核武嘅話咧，就真係收工啦！一烏克蘭咧玩一鋪咧叫細食大嘅遊戲，唔係大食細，而係細食大。點樣叫細食大咧？你綜合嘅國力、軍隊嘅數量、武器嘅數量，梗係唔夠俄羅斯啦、烏克蘭。但係而家烏克蘭咧，又得到歐美西方世界嘅支援，提供了很多精准的武器，亦都提供了很多电子的信息来配合他们，变成虽然他的军队武器不够俄罗斯，不够普京大哥那些数量，但他得到这些这么强悍的武器支持呢，他们开始呢揀咗啲精鋭嘅據點咧嚟軍炸，佢哋喺戰術上咧係好成功。佢重點咧就係燒毀你俄羅斯嘅補給線，譬如你嘅橋梁啊，你嗰啲軍隊必經嘅道路啊，你嗰啲軍隊嘅鐵閘嘅地方啊，你的指揮總部啊，你的後勤補給的武器倉庫啊，他使用的精準武器呢十支都八支中的，所以俄羅斯呢現在全部散曬，他都不是跟你正面衝突，寧願吊炮，你放成眼咩？他準確嘛，他做好研究，攞曬西方的情報、電子資訊，啊，靠好所有角度，然後撳掣，咁你冇得擋啊！俄羅斯喺嗰啲克米尼啊、克里米亞啊嗰啲頓巴斯嗰啲咁嘅兩個烏克蘭分裂出嚟的國家，係冇得擋。咁啊，變咗咧就，我想普京都幾頭痛，真係幾頭痛。你亦都唔可以打呢個核武戰爭啦，因為烏克蘭本身佢係冇核武器嘅設備噶嘛，同埋你話你想打咧，咁啊全個世界圍攻你俄羅斯，所以呢場仗咧，普京真係
決策錯咗嘅。但有一樣我哋要尊敬嘅，對普京嘅，佢勇於面對承認錯誤嘅喎。佢係佢，我睇少咗烏克蘭，又估唔到自己嗰班兵咧咁鵪鶉嘅，佢真係咁樣當面承認，當面承認係佢自己判斷錯咗。呢個都係值得尊敬嘅人物嚟嘅，錯咗咪錯咗咯，啊！但而家點樣埋尾呢？我相信佢哋應該俄羅斯咧有個決策嘅，唔知道普京大哥點諗啊？佢係做到嘅，好簡單啫。呢個俄羅斯面積咁大，咁你咪開放咗俄羅斯嘅移民政策，同埋你收留嗰啲都係俄羅斯籍嘅人啊嘛。你宣布唔想留低喺烏克蘭嘅俄羅斯人，任何時間咧都歡迎你翻嚟俄羅斯居住。咁你騰空一啲地方，立俾佢哋建立個新城市咯。有咩所謂啫？咁啊，完全可以收工噶咯喎！李普京話佢哋啲俄羅斯人喺你烏克蘭嘅國家境內留低嗰啲，就俾你烏克蘭啲人歧視啊、虐待啊嘛，那個理由。咁而家你咪叫曬翻嚟咯，你咪冇地方。咁你都要需要人翻嚟去做多啲農業工作啊。咁有咁多年輕人，咁你填補你俄羅斯嘅真空啦。你打仗死咗咁多兵士咯，咁你維持咗嗰個和平咯。是吧？所以呢就一念之間而已，你咪冇地方嘛，俄羅斯哇咁大面積，咁多廢地，咁多資源，俄羅斯國家嘅資源好強嘛，你咪將喺烏克蘭嗰一千幾百萬，就算當你兩千萬啊，千零千萬嘅人啦，咁咪逐步逐步咁咪移居翻曬俄羅斯國家境內。咩事都冇啦，你理得佢烏克蘭鬼反咩？有一個形勢係對你本身嘅計劃係執行唔到噶嘛，你普京應該都要調整你嗰個戰術啦。因為歐美嘅武器咧唔簡單嘅，佢都未話去到最高級嗰度提供俾烏克蘭。如果再提高啲再高級嘅話咧，你俄羅斯更加難擋，因為佢哋利用嗰個天網嘅技術嚟針對你俄羅斯啊嘛，啊計曬你數，提供曬嗰啲精準嘅情報，啊咁又派啲專家去烏克蘭幫手，係嘛？佢都唔使派兵力同你打啦，烏克蘭，淨係離遠一路吊炮，啊，嗰啲精準嘅導彈，嗰殺傷力大嘅導彈，咁你俄羅斯真係要研究。好啦，講翻呢個中共國，佢係好無可奈何。去進行呢個圍台灣嘅軍演嘅，因為佢冇任何表示，都唔知點樣向啲黨員啊十幾億嘅低端人口交代嘛。你初初美國議長啊西姐落去台灣，咁你聲大大講大曬，特別由嗰個胡大炮啊。我誰不知衰咗收尾，衰咗收尾咁啊，唯有咪做場戲咯，派啲軍隊戰艦啊，咁啊圍住台灣做嗰個軍演咯，軍演咗幾個鐘頭，肥咗十支八支啲咁嘅導彈，咪收工，露曬底牌俾人睇，好可憐，收收唔切啦，俾人抄曬你嗰啲導彈啲數據，自暴其短啊嘛。
好啦，佢整咗呢個動作之後咧，大鑊。原本德國同日本咧係戰後國，完全唔俾佢發展軍事力量嘅。德國同日本，但係而家咧，哇大件事，因為亞太區、印太區有咁嘅局面，咁啊由美國帶頭鬆綁。如果德國咧又派戰機又派戰艦咧嚟睇呢個亞太區參與演習，第一單演習嘅佢哋派咗九隻戰機，包括啲加油機。德國派呢啲戰機咧參加澳大利亞嘅軍演，入呢個印太區。跟住咧就遲下咧仲會參加16個國家嘅聯手嘅軍演喎，德國。咁德國你無端端咁你喺歐洲走嚟亞洲喎，德國佬咩理由呢？我相信德國本身唔想嘅，即係冇益噶嘛，對佢冇咩益。我相信係呢個係美國佬嘅啊，慫恿佢要咁樣做。嗱，你咁樣參與埋，你入嚟玩啦，咁我咪放鬆你嗰啲軍事擴張咯。咁啊，要嚟對抗呢個俄羅斯啊、北朝鮮啊、伊朗、中國啊呢幾大嘅軸心國咯。佢將佢哋列為軸心國啊嘛，而家咁咪掹埋德國落嚟咯。咁你德國落嚟嘅，咁即係歐盟咧就一定係撐噶啦。歐盟咧早撐場啦。咁呢個就係呢、這個。日本又跟住啦，又加軍費，通過日本國會，又擴大佢嗰啲軍事嘅力量。佢而家又睇到烏克蘭嗰個情況，話我唔夠你中共國人多，唔夠你軍隊多啊，唔夠你架撐多個數量啊。咧佢而家調翻轉頭啦，就喺嗰啲武器方面咧。改良更加精准，你多冇用噶。我精准嘅武器集中晒喺精准武器嗰度，咁你嗰啲数量多冇用噶咯。所以佢而家咧就话要做嗰个超音速嘅导弹，呢个真系好危险。而家世界上搞超音速導彈咧，係中國、俄羅斯、美國係研發緊嘅，當然未成熟啦。等日本仔搞咯喎，咁日本仔搞啲技術何來呢？咁大家心中有數啦，即係要有某方嘅人岌頭俾佢搞，佢日本仔先有資格搞。咁你中共國無端端啊搞個啲咁嘅軍演，搞到嘈喧巴閉。啊！咁咪乘機俾日本、德國擴張咯。我想呢個咧就係中共國啲領導人咧諗唔到嘅呢個後果，因為佢哋啲唯物辯證法咧又見鋪臨鋪。哇！你都哇，我空翻你轉頭啦咁，但係冇意思噶嘛。你係出兵打人，你喺度做戲，做完戲之後嘥錢。唔少錢㗎，佢做一次嗰啲咁嘅軍事演習，出咁多戰機，出咁多戰艦，啊，咁多人力物力。據我哋市場上記得有個朋友話喺香港飛澳洲坐私人飛機。香港有一班屎忽鬼噶嘛，有兩個錢係嘛，好事啊唔肯做噶嘛，咁啊坐私人飛機，用自己私人飛機去澳洲，來回200多萬，燃料費啊入油啊，屌你原來咁貴嘅，來回啊去澳洲啊，香港飛澳洲，一來一回200多萬，有錢入油費。未計停機費啊，未計嗰啲其他啊，全部未計啊！有幾撚蠢啊啲人？
喂，加多你主席啊，中電嘅主席啊，坐經濟客位就出門去英國。咁你睇到啲人咧係非常膚淺，有錢都冇智慧同埋膚淺啊！你擺咩威擺咩款啫？攞到澳洲你咪要排隊入境啊！唔通有紅地毯歡迎你啊？咁你可以坐私人飛機。一坐私人飛機咧，根據我哋嘅標準，你真係要有紅地毯歡迎噶。一落機就有車接你走㗎啦，唔可以過移民局㗎。一過移民局咧，就是你完全冇身份地位，你多多錢都冇差用，就俾個皇權咧就可以壓到你啦。啊，佢哋連呢啲有錢佬連啲基本常識都冇，以為好撚叻。啊，我坐私人飛機，你咁撚巴閉啫？出機場你要檢查。出機場你要過移民局關，去到人哋個國家你又係要檢查，又要過移民局關，老百姓一個，有咩諗法啊？完全冇料到啊！啊，除非你去到某一個階層，話皇室嘅人員或者政府嘅高級嘅政要，有人邀請你，咁你可以全部都可以豁免，嗰度咧就係身份嘅象徵嚟。咁呢啲咁嘅身份嘅象徵咧，唔係你有錢買到嘅，大佬。你會有兩個臭錢，人哋要尊敬你咩？當你冇到啊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而家咧就好大件事嘅，我要睇時局，嗰個時局發展啦。一德國同日本興起，德國就由一個納粹主義嘅國家，日本咧就係軍事主義嘅國家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由美國栽培佢呢兩個國家咧，進入咗個民主建設嘅社會，而家再度崛起。但將來會唔會變呢？真係要問上帝先知啦。係咁先。